秋美。
光荣说，哎呦，我爸爸哦，多好多好，我妈妈哦，多好多好，他们哦，叫我们要知书达理。你看，这样教育出来的子女，不但啊不会成为少年问题，而且还是怎样，国家未来真正的主人翁，懂不懂得啊？懂。懂不懂得啊？懂。我你知不？知不？天堂那么大，你一个人哦，有一个洞府，比如说这个佛堂哦，这个佛堂你一个人住，你住不习惯不习惯？啊，是不是空空洞洞的？所以你想要上天堂，你除了跟老师我上天堂以外，老师有我老师的活位，你能够跟老师上天堂，就表示你有你的活位，你晓不晓得？所以呢，你有活位，你还。
要很大啊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志向要很高，懂不懂得啊？啊，刚柔并济，这你才能够真正的啊，功夫到家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是不是啊？是。好啊，你这个心，这个心不是哦，老你这个心不是让你呢天天去逛电影院啊。哦，不是让你天天泡咖啡是哈，懂不懂得？我们呢，天天要拿圣贤的风范、圣贤的行为来让自己去学习它，懂不懂得啊？要时时刻刻的动你这个性哦，动你这个性，修养你这个性，改变你这个气质，懂不懂得啊？懂不懂得？懂。我们应该以德性来做什么啊？沐浴一。哦，德性来沐浴，来洗澡，这是第四条啦哦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可以做得到吗？可以。可以做得到吗？可以。那好。啊，我们想要学圣贤，你第一个哦，你这个再来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呢，不要计较心太大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好不好？好。啊，随缘随分，第五条。不敢讲啊，老师告诉你，老师救你的性命啊，是不是啊？老师教你们的是信理心华，懂不懂得啊？啊，所以呢，老师，我希望徒儿们，你要修道办道，你要真修实练，你真修实练，自然有感应，知不知道啊？所以呢，你心里有什么挂碍，你要时时刻刻的回光返照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哦，你回光返照了之后，你晓得你下一步应该怎么走。我们一个人都一个人啊，你这一步要踏出去，你想要想到你这一步应该再怎么踏，对不对啊？要不然，你忙哦，忙冲瞎撞的话，容易不容易跌倒啊？容易不容易跌倒啊？所以呢，对自己照顾仔细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家随缘随分，知不知道啊？哦，广结善缘呐，懂不懂？懂。懂不懂？懂。好，再来。啊，是要久远，不要呢让这个心智啊怠慢的。所以要如何才能够保持这永远心智不怠慢呢？诚恒坚持第六条，第六条啦。哎，那我们一起去啊！老师不慈悲啦！请老师慈悲，不慈悲。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不测风云。
我们一个人要是时时刻刻存着雷公积德的心态的话，那么上天时时刻刻就加庇你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。知不知道啊？知道。所以呢，希望徒儿们你今天得了道以后，你要众善奉行，好不好啊？好。你要乐道，好不好啊？好。你要靠自己，懂不懂得啊？懂。自己的圣贤国位要自己争取，自己的成就要自己争取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你长大了，你父母是不是跟你分家？你在不在跟你兄弟同家？哦，树木长高了就会分枝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分枝以后，他自己生长，他自己有他的生态，有他那美好的一面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但是他那美好的一面必须受尽风吹雨打，他才能够坚固，懂不懂得啊？懂。懂不懂得啊？所以呢，修道就好像那一棵树木一样，你啊，修道有道伴，对不对啊？一棵树有很多的叶子，很多的叶子就是那些道伴，你只是衬托的一份，但是少了你这一份衬托，这个树木就不那么美观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要修道，不要轻视自己那么一丁点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这个话嘛后果话嘛后，但是徒儿们少了你啊，这个画面就不美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啊，就像刚才啊，你们这一班少了他，说要上天堂，老师就不能发挥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因为他敢说老师我要上天堂，那你们呢就不好意思说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呢，任何事情少了那么一个人，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，就会缺少那一份美感。那我们都是白羊上上修道车，你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。虽然只有那么一撇，那么一点，但是这一点都别具意义的，晓不晓得啊？这叫做啊，天生我。能够得到它。
找他用啊。哼，你对我都无咧电脑咧，你莫是讲即卖有电脑甲切切切切咧做戏啊？嗯，虽然啊，电脑是万能的，但是你一个人这个心智比这个电脑还万能，懂不懂？电脑是死的东西，人的头脑是活的东西，我们做人处事要灵活的应用它，懂不懂得啊？不是呢，要让是那些文字的障碍来左右我们，你晓不晓得啊？所以呢，希望徒儿们，你不要被这个社会的世俗的风化给左右了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你要呢，让你自己左右你自己，让你自己行动你自己，让你自己成就你自己，这样你一个人才有真正的价值，懂不懂得啊？懂不懂得啊？好，第十条来。一代的圣人，但是你至少你可以作为一个
不懂的啦。哦，你虽然不能替众生造下很大的功绩，但是你却可以安安稳稳的显耀光州耀祖，光耀你自己的家门，懂不懂的啦？所以呢，徒儿们，修道不是骗你的，骗你的话，那他们来这边做什么？对不对呀？啊，你们来这边做，做了两天，是不是啊？吃饭人家跟你们煮好，添饭人家跟你们添好，讲课人家跟你们讲得好好，排桌椅人家跟你们排得好好，难道他们是傻瓜吗？是不是傻瓜？不是。啊，难道老师我有什么话术啊？你敢又来吗？有没有啊？是他们心里面自己想要来，他们向善的心，对不对呀？所以呢，他们一样啊，得了这个道以后，他们发出这一颗自信的光辉，他们发出了这一颗菩提自信的心，他们很同情你，他们很爱护你们，哦，同情你们，爱护你们，想拉拔你们，也像他们一样，所以他们带你们来这边开法会，来这边听道理，让你们明理，让你们都能够修身养性。你说应不应该感恩啊？应该。应该感恩啊？应该。一个人只要时时刻刻能够抱着这种感恩的心情的话，那么老师我保证你，你一定能够盖棺定论定的成道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名流人间是道成天唱哦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徒儿愿不愿意啊？愿意。愿不愿意啊？愿意。所以呢，不要小看己身体啊，不要小看自己黑暗梦。好。黑暗梦。好。替天行道。因为大家一时的迷昧，以至于造成这个社会风俗的败坏。所以你今天了解了这个道德，你了解了这个伦理以后，你要玩转这个颓势，懂不懂得啊？尽一己之力，你有一分力量你就尽一分力量，你有三分力量你就尽三分力量，你有三分诚心，老师我助你七分，老天他助你十分，你懂不懂？懂不懂？所以呢，徒儿们，你做一个人，你有人生在，一个人有人生在，圣贤仙佛他都想行功立德。你看老师我，老师我已是古人了，对不对呀？对不对呀？老师来都要借个人来，老师来这边也是切切的跟你们说修道办道，老师也是想要跟大家跟众生传道。为什么？老师我也想行功立德。老师我也想让这些九六佛子都一起明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仙佛各个来，他们费尽心机也都是想让你们都能够明理，所以希望你们有这个身体在啊，眼睛可以看，嘴巴可以讲，耳朵可以听，脚可以走，手可以做，什么都具备的话，你们再不珍惜自己，再不好好的修道办道的话，那么你们是糟蹋你自己的身体了，懂不懂得啊？懂不懂得啊？所以呢，要同心协力化舟摇。老师帮助你们啊，我们呐、啊，一个人要修道要办道，要有三个条件，哪三个条件？你们要晓不晓得呀、啊？想要知道知不知道啊？想不想知道？好，我们一个人想要修道，想要修道的话，必须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天时，第二个地利，第三个人和。天时地利加人和，你才可以办道修道，懂不懂得啊？哦，假如说这个时候大道不普传的话，古时候人家修道办道，古时候的修道人都是要千山万水跋涉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谓的千里访名师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万里是求口诀，你们现在都不用费什么心机，银宝师自自然然到你家门跟你说说道的好，道的妙，啊、哦，天命的真，理的真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你们得到了这个天时，因为上天大开普渡，上天不大开普渡的话，你想要得这个道都很困难。有上天大开普渡，但是没有名师降红尘的话，你想要得到这个自信之宝还是不简单的，对不对啊？哦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们至少都看过，或许都听过以前种种修道人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多不多啊？多不多啊？但是我们听到的很多人在修道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成道的少之又少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呢，他们没有沾到天时，没有沾到地利，没有沾到人和，所以呢，他们虽然修了一世的道，但是还是
这样子草草了切一生，这样有没有价值啊？有没有价值啊？所以呢，你们得了这个天时，而且又遇到了这个名师，你们又降生在这个蓬莱仙岛这个宝岛，宝岛里面诸天助道，诸天助道，因为这边善男信女太多了，所以呢，诸天助道让你们都很容易的去了解说这个道理是怎样，让你们都很容易的时时刻刻可以知道说有这个鸾坛的存在，有这个神火的存在，所以你们一听到这个善道，马上会发善心，马上自己会去寻找，所以你们有这个根基啦，是不是啊？有这个地利啦，你们还得要遇上一些跟你们有缘的人。跟你们有缘的人，你们遇上了，你们还得要啊来参加一些哦，人家跟你们讲道说道，让你们完全去了解这个道理的宗旨在哪里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必须有这天时地利人和之后，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踏入一个很完美的道场。所以，希望徒儿们，你既然踏入这个道场，你就好好的珍惜它，好不好的呀？好，好，好。三分诚心呐、啊，老师自然呐、啊，助力高。老李爱研究贴贴，知影无？爱贴贴，知影无啦？知。哦，你呢？要是一知半解的话，你往往自己出差错了都不晓得，懂不懂的？懂不懂的？所以呢，这个道学是一门深啊、很深渊的学问。你越钻研它越妙，你越想要追究它越深啊、你不要呢，修道修久了就认为说，哎呀，道就是这样，没什么嘛，只是这样而已。但是这个修道。道跟德是看不出来的，德你拿得出来看吗？拿出来拿不出来呀、啊？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呀、啊？你说你有德性在哪里？你拿给我看，拿得出来吗？拿不出来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这个道德是很玄妙的东西，但是你肯去做它，你就得到这个道德了，懂不懂的啊？懂不懂的？就跟你钻研学问是一样的。你呢越研究的越深哦，我们呢看书不是走马看花哦，我今天看十本书啊，人家今天看一本书，人家完全了解他的意思，但是你看十本书，你甚至一句都不了解，对不对呀、啊、所以呢你看多无益，你要精要专，懂不懂的呀？修道也是这样子，你要精要专，你要是啊常常往旁门走道去钻去转的话，你越看越糊涂，知不知道啊？你越钻越多的话，越钻越糊涂，自己迷失了都不晓得，不是枉费你一生的心机吗？是不是啊？是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你今天认定的老师我，今天有没有认定我？有。你今天认定的老师我，那么希望徒儿们啊，我们呢一日为师徒，终身为父子，好不好啊？好。那要时时刻刻要记得我，你时时刻刻要以道场为荣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虽然济公我没有什么德性，但是济公我毕竟还有这一份口才。但是口才不是吃饭的，懂不懂的？啊，还是德性重要，知不知道啊？知道。啊，虽然老师我没有这个德性，但是上天已经付给老师我这个德性了、啊，才会有这么多的徒弟，懂不懂的呀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有德性，我们不要求德性，知不知道？有德不要求德，这样才是真道德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，就叫做无为而为，知不知道啊？好，知道就好。所以呢，你要是半途而废的话，就会功亏一篑，祖先蒙羞。你的祖先啊，也会蒙羞啊。祖先呢，都看你这个修道儿子。你要是好好修道的话，3600胜、48000劫，你都能够沾上一份。但是呢，你今天修道，修到一半你不走了，本来你的祖先，因为呢，你一个子孙在那边修道，哦，他们都沾到你的光荣。但是一天你又呢踏向黑暗的路途，你的祖先是不是又把这光明的一面给盖上了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天理是对待的，你能够好好修道办道，上天自然复辟于你的家庭，懂不懂得？我们呢想要啊、得到家庭很好，你家庭想要很好，你家庭想要很安逸，那你就必须时时刻刻抱着善良的心、修道的心去做事、去做人、去处事、去对人啊、去对物，那么自自然然你的家庭就会很圆满，自自然然你人事方面就会很融洽，懂不懂得啊？懂不懂得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光明我们自己就是光明大家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啊，
功积德，你越修越多就越老，你业绩越多就越老，知不知道啊？所以呢，徒儿们不要修到以后变成一个老油条，懂不懂？懂。懂不懂？懂。老油条又黑又干，不漂亮的啦，要吃那个嫩油条才有用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所以呢，希望徒儿们你修到都能时时刻刻保持初衷。你出发心，你今天跟老师我挂一个什么心？你现在这个心对老师怎么样？你就永永远远啊，把这颗心用在这里，这颗心用在众生的身上。那么，老师我保证你永远是那么嫩，那么年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希望徒儿们呢始终自我，能讲的就讲，能够调教的就调教。但是希望徒儿们，你看得起老师我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呢？今天跟我做一段师徒，希望你生生世世，我们都能够结下这么一段父子缘，好不好？好。徒儿们，你修道不是为老师我，你修道也不是真正的为你的祖先，为你的父母，你修道是为你自己，懂不懂的？哦。你修道成功了，你父母沾光，那是连带关系，知不知道？你修道成功了，人家说你是济公的徒弟，那老师我是连带关系沾到你的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能够修道修得很好，你连带的关系都让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一份荣誉，那你才是真正的一个人哦，晓不晓得啊？所以呢，今天你来这边听到，你来这边学到，没有人骗你来的，晓不晓得啊？让你呢，人家讲到辛辛苦苦，他们也要做事，他们也有工作，他们至少都是一个主管，都是一个董事，懂不懂得啊？人家职业并不比你们低，人家志向并不比你们小，人家学历并不比你们低，懂不懂得啊？但是人家为什么可以牺牲这三天的时间来陪你们在这边耗？晓不晓得？人家是希望啊，连带关系把你们带到天堂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宇宙就是这么一条线给拉起来的，只有你自己一点不漂亮的，一点不漂亮的，要有很多点、很多很多数凑合起来，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美好的画面，懂不懂得啊？懂不懂得？所以呢，希望你们都能够把你们这一点跟别人的那一点联合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有徒儿这一句话，老师我就跟他安心了。那么呢，希望徒儿们你修道呢都能够始终如一，始终如一，如一始终，不要呢辜负老师我对你们的期望，不要呢辜负你们父母养育你们栽培你们的恩惠，看到了，别吵，我躲你，躲你，看过来，自己扎来。不要呢辜负你们呢父母呢栽培你们的这个恩，不要呢辜负呢前贤呢承前你们的这个恩德。我们做一个人最重要只有四个字，一个人知恩报恩，这四个字而已，懂不懂得？你今天知道了上天给你这个恩惠啊，上天长养你，上天生育你，上天化育你，上天照顾你，你今天就是要把这一份恩惠还给上天，懂不懂得啊？饮水思源这四个字而已，懂不懂得啊？所以呢，徒儿们都能够记住这饮水思源四个字的话，那么老师我保证你一定成道，一定了道，一定正道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呢修道只有八个方向而已，你今天得到你就要悟道，你悟道了你就要修道，你修道了你就要了道，你修了道你要才会怎样？才会怎样？才会成道。所以呢，我们一个人要发出至诚的心，我们人的心可以分很多种，假心、真心、外心、诚心、正心、伪心、屈心，什么心都有。但是观看徒儿们，你是花的是哪一颗心？你花的要是真正至诚之心，那么至诚怎样可以感天地，至诚可以动鬼神，对不对呀？对，对不对呀？所以呢，希望徒儿们只要你抱着这一颗至诚的心，那么你的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，你呢来这边听道理没有白费了，懂不懂得啊？希望徒儿们听完道理以后都拿这颗至诚的心去对待别人的话，那么老师我保证你一定让大家尊敬你的，好不好？好。
你自己好自为之，好好的花花。